今天吃个小朋友们爱吃那样酸奶杯，宝贝儿啊，29.9块到手是6大杯，这个已经让我家孩子吃了啊，吃了2杯。然后我就说给人家，是吧？给人家发个作品。你去超市买，哎，咱俩再去超市看多少钱一杯？8-9块钱一杯呀、啊，8.8块一杯，巨好吃这玩意儿。嗯，那天他们吃着我，然后我尝了2口，妈咋这么好吃呢？我就说，真的，啥呀？我的一根头发，这个这么大，给你。你看还有2个，还有8道木，啥都有。给你，先拿这个吧，拿还吃不吃这个？你看，俺家老大超爱吃，超爱吃的这玩意儿。你就往里边一搅拌，巨巨好吃，真的。嗯。哎呀，油了。嗯。你不听点声音，你都觉得好吃。应该在超市都买过，那个，嗯，好吃。菠萝蜜，好吃，真好吃。嗯，在冰箱里边放着，是说凉凉的。嗯，好吃。年轻的孕妇啊，哺乳期啊，都能吃，好多孩子们都特别特别爱吃，29.9块的时候6杯啊。